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帮我打针。要闪啦，不要闪啦，我这样不行啦。等他一下，等我小朋友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太棒了。好，我台湾人一样。哇！因为犯错不要演那个 boring。我也是这么想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优秀的演员，好，拜拜。你们有录下来对吧？有。吴康仁超亢奔追星，找李安合照，夺影帝忘了现女友邵雨薇。欢迎我们新科影帝吴康仁。恭喜吴康仁首度入围金马就拿奖，以电影《复读青年》拿下最佳男主角奖。李安导演更是亲自移驾到他面前，给他爱的鼓励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李安导演，谢谢。哇！那那个康仁的印象，我第一次看他演戏，我第一次看他演戏，他一出来，没有几秒钟就停掉一下，因为他那个就是角色附身的那种感觉。其实今年他们那组好像死亡小组，因为台湾那个五个小生又帅又帅，帅到排不了第一。李安导演夸奖的是好激动，他有说你是台湾有你这种榜赞。对啦，他刚才是有这样讲。Okay. 哦，谢谢谢谢。他跟我提醒了一句话，就是不要怕犯错。那我觉得我听进去了，我下部戏就做给他看，就一直犯错。的影帝最想做的事情，就谢谢大家咯，一个一个。刚刚太混乱，混乱，然后乱谢一通，我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有谁没有谢到王倩？我还没有看到别人啊，但是他在我心中就是第一帅。刚跟他邵雨薇有传过简讯说分享对你的爱还是没有啦，我们刚刚后台在就是惜别晚会有碰到，他有给你拥抱爱的抱抱还是很正常吧，不然我过去跟他握手。陈木易是纠缠到最后一刻这样。哥哥刚刚有安慰我，他说我路还很长，很年轻，对不对？不然我还能说什么？哦，原来都是客套话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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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有讲到那个心结姐合作有那个阴影的感觉。因为我真的认为我拍戏的时候已经够疯狂，我的瘦啊胖啊让自己自虐啊，然后对于表演的专注啊，可是我认识到心结姐之后，我发现有一个档次比你更高的人，其实你会有点惊讶，就是他竟然可以专注到这种程度。然后我们在开拍前也被他每个人叫去办公室调教了一下，所以那个阴影是可想而知。然后突然他聊一聊，就看到我哭以后，哎呦康仁雕动啊，哎呦我好想把你拍下来啊。我有在说，有你有说，哇你刚刚的表情好好啊。其实我跟心结姐合作中间，我还退追踪了心结姐的脸书跟 IG。我们从第一次碰面，我真的以为是交个朋友，结果就交个朋友。吓到，因为我这人就是这样，我不做我就不做，我就不要做的话，我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做到最好。刚刚说什么退追踪，我之后合作完之后呢，就赶快追踪回李心洁了。明白了吧，我们的苦心。有。